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陈奕迅。虽然早盘的一个指数啊，一度因为受到这个川普啊，表示说2000亿来自中国的一个商品，提高25%，明年元旦啊，那几乎又势在必行，不可能做改变的一个情况之下，是的一个早盘的一个指数啊，一度怎么样开低下杀下来，下跌76点，看到早盘指数的一个下跌，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是不是又开始感到胆战心惊了？又开始感到害怕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啊，虽然早盘指数下杀啊，但是我们在Nine 的上，我们怎么跟我们的一个怎样学员以及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所报告的，我说今天的一个下跌主要下跌的重心都是在什么？都在传统产业的一个龙头股，都在包括鸿海、鸿准、可成，那么这些过去市场上比较怎样偏弱的一个族群，所以就加权指数来看的话，你会看到说，今天早盘开低下来，你可能会很担心，但是如果说就整个的一个类股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今天的一个这样类股轮动的表现很漂亮。不仅矽晶圆合金加金中美金你可以看到我们核心指股合金今天大涨，加金量能涨停板包括 MOSFET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捷力啊、大中啊、尼克森今天全都量能涨停板，还有磊晶、阿嘎老师送给大家的阿嘎均价后高票，有量后高票有量不今天量能涨停板包括安控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股票等等的一个涨，一档接着一档大涨上来，显然市场人气都还派，那这代表什么？代表整体的一个架构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既然整体的架构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问你啊，在今天早盘开低下杀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很简单，今天考完开低下杀就是偏多操作所以在早上10:07的时候，我们马上建议我们的一个小威力群组会员就是怎样，就是要懂得偏低操作，开低下杀，很多人担心害怕不敢买的时候，你看10:07当时候的大盘在哪边？9711，收盘收在哪边？收在9778。Bingo 今天再添一胜那么随着今天的一个大盘收红上来之后那么展望的一个明天到底行情怎么看？其实很简单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很关心那因为在月底就是本周五本周六即将G20 川习会要针对中国的一个这样两双方的一个贸易进行来做一个谈判所以想必市场上在这个地方也相对会比较怎么样？会比较谨慎保守所以预计整个的一个指数能将会维持在一个区间盘整震荡这样的一个格局居多那么今天收9778明天要扣底9792月线在9803，也就是说它后面如果说还要再去挑战万点的话，那么9803必须要能够先站上，站上才有机会如果没有办法站上的话，那么整个的一个行情还会再处在一个横向的一个震荡这是就加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但是你如果说就 OTC 的贵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数来说的话，你会很明显这一波的一个主流在哪边？就是在我告诉大家的这些中小型的一个转机股的一个身上所以在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我们全国会员以及所有的一个 Nine 的一个粉丝好朋友，今天我们的一个环额6488的一个环球金，今天亮灯涨停，再创新高。你可以看到老师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不离不弃的环走过必留下痕迹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的一个合金也是一样，今天持续大涨上来，甚至老师送给大家的一个这一份资料这一份资料送给大家，这份资料均价后高票个股研究报告我相信如果说你有来索取的话因为有好几百位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你可以看到这份资料里面老师送给大家股票，股票并不多只有三档，只有三档第一档股票加金阿嘎已经率先怎么样？率先冲上来了。第一档的阿嘎今天亮灯涨停板，有没有金价后？金价后高票，是不是金价后？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哦，那么老师送给你的时候，你看都还有让你上车低阶上车的一个好机会。哦，那么今天的一个亮灯的一个涨停板，你就能够怎么样开心赚，真的是太棒了哈、哦！我敢说全市场只有我们，一切都敢讲在前面呐、啊，哦，让你可以看得到，也能够吃得到。哦，眼见为凭啊，我相信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以及 Nine 的一个粉丝好朋友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啊。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它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强啊？比如说我们以环球金来说的话，你可以看到环球金这一波的一个涨，这一波的一个股价从低档啊出现二度背离，我们在211，我们带着我们的一个全国会员朋友锁定布局买进。哦，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从低档哦，锁定布局，哎，不是在高档的时候哦，叫你一路买一路买，这个差很多哎。高档一路买一路买，哇，现在大涨上来，你如果你买在400-500块，你看你现在是不是在等解套？但是如果说你像我们这个操作，在高档，我告诉大家哦，获利换口袋哦，纵使9月25号反弹上来来到364块，短线做一趟价差，我告诉大家要懂得见好就收。哦，要避开怎么样末段加速的赶顶，我相信啊、哦，如果你是我们的一个这样忠实的一个听众，或者是我们 Nine 的粉丝好朋友，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哦，但是来到低档的时候，我问你，市场上谁才是能够领先市场？哦，帮你来掌握真正的一个这样哦赚大钱的一个契机，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10月29号。211买进，买进后来一波大涨上来，大涨上来后来股价在300块附近、哦、我也跟他说过要尊重季线、哦、因为季线还在下滑，他要尊重季线、哦、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会进行震荡、哦、强势震荡、哦、但是强势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说过为什么他跌不下来，为什么他跌不下来。第一个，业绩表现不棒，产业前景持续向上哦，包括不论第一大晶圆厂、第二大的一个晶圆、细晶圆、第三大细晶圆，也纷纷为产业的一个景气背书。外资哦，或者是本土券商，也怎么样调高它的一个平等。公司派哦的心态积极偏多，包括的你可以看到券资比来到多少，40.2%哦。昨天他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后面它的一个怎样，它的一个股价会怎么走？当然就是晚上啊。当然就是晚上啊，我也告诉过大家。所以为什么当时候哦来到这个地方做震荡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害怕不敢买。我们在285、286甚至305我们还敢买。我问你市场上有谁敢买？很多人是不是看到今天的一个大涨才告诉你去追追追涨停板的话叫你去追。很多人都只会便宜行事啊。但是你今天你真正要在股票市场上再赚大钱的话，你是不是要第一时间你就要跟上我们脚步啊？你越早加入，你看是不是可以赚越多？从211到今天334，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核心持股这样一张啊，100价差123，十张都好卖追，十张都好。你看我的一个 VIP 会员呢、啊，随随便便就是10张20张，你看10张就好，你就多少123万，多久时间？多久时间？10月29号布局，今天11月27号，一个月不到，一个月不到，一个月时间，不到一个月时间，我问你市场上有谁能够帮你来做掌握？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大家的一个眼睛都是雪亮的嘛。所以你今天你想要在股票市场上想要赚更多的钱，我问你，你要跟谁啊？你自己去好好想一想啊。不论是环球金也好，或者是合金也好，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从低档哦一波大涨上来，到近期再创新高，足足价差都达到45.1%，而且它都还没有结束。我会告诉他，它的一个它都还没有结束，横向整理盘整的一个长达多少？长达14天的一个时间，哦，到今天14天，哦，那么券资比现在高达30%多，那你看着后面它会怎么走？哦，我已经在 Nine 的上，我很早我就很清楚的一个告诉过大家了。那么甚至包括被动元件的一个华清科也是一样，目前的一个券资比高达多少？竟然高达40%啊，券资比一路的一个攀升啊。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华新科，这一波它一个在被动元件的一个族群里面，它的一个表现相对来的比较强。哦，当然了，短线价差操作那只是一种过程呐、啊。但是基本持股，你可以看到121当时候买的，我就告诉大家，你这121买的，你就不用担心嘛。没有转入，没有转入就是爆嘛。哦，没有转入，我们就是一路的一个涨，一路的一个赚上去就好啦。他目前在上演高空秀嘛，高空秀都还没有结束嘛，精彩好戏还在后头，哪有什么好担心的？哦，包括被动元件的一个国巨，你看最近的一个券值比也慢慢攀升上来，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啊，哇，看到他的一个涨，他会下跌，结果今天又怎么样，又大复活上来，今天又大涨上来。我不是叫大家去追高哦，但是你什么时机，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做对的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相当的一个重要。甚至老师啊，在《工商时报》领先市场跟他分享的一个日程，你看5天5根的一个涨停板。我相信我们的一个操作，我们的一个本事你都看到了，以及啊美食哦，美食今天还创新高哎，《工商时报》领先市场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美食，你看今天还怎么样，还创新高哎，甚至啊包括的一个承德，我们会员的一个持股的一个承德，你看呐、啊，今天持续收红上涨，吃多开心赚，这样一波大涨上来，都已经价差达到多少？达到 24.7%， 而且这一波的一个涨，这一波的一个多头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架构都还没有结束，以及。神盾也是一样啊，老师在讲说上领先市场跟大家分享的神盾，你看这一波大涨上来，今天持续大涨上来，今天来到连线当然不要去追了啦哦。但是重点是你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要懂得做把握啊，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在这两天送给大家这一份资料，哇，我相信这好几百位的一个让拿到这份资料的一个投资朋友，大概是在福气拢足好哦，因为你看嘛，老师上好你时阵还袂大气哦，老师上好你时阵，你都还有怎么样低阶上车的一个好机会。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多少，我们在42块买进，我告诉你，我不求买最低，不求怎么样，不用不求卖最高，但是我就是要最赚最多啊。那么为什么我会特别锁定这档股票？除了它营运、它的产业前景持续看好不变之外，低档背离倒转反转确立嘛，它突破了一个怎样？突破了一个平台压力区嘛，告诉我们说后面会有一波大涨行情可期。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在11月12号我带会员朋友锁定之后，老师马上。无私跟大家做分享，如果说你有拿到这份资料的一个投资朋友，你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你看老师送给你的时候，昨天只要涨，你很好买啊，很好买啊，今天马上就怎样，量增涨停板。每天都有股票帮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帮我们的一个 Nine 的一个学员。轻松买单，开心赚，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这些的一个股票档档可以让你开心大赚的好机会，但是你错过了或是还没有能够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都还来得及，你现在都还来得及哦，只是希望在第一时间的时候，你就要能够跟上脚步。如果你想要与大户同行，抢赚 Only One 海底捞大标股的一个好朋友，想要与大户同行，一起开心数钞票的一个好朋友，来，标股新天地的 Nine 的，哦，你一定要赶快加入 End GOLD 99。and GOLD99 哈，那也欢迎各位加入我们标股新天地的一个 Nine 的一个大家族哈。那么老师也会很大方无私跟大家做分享让你验证，让你可以看得到，让你也能够吃得到。就像今天的一个环球金的量增涨停板，就像今天的一个加金的一个量增涨停板，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赚得非常开心，都应该赚得去就不去。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加入的一个投资朋友，赶快 end GOLD99 end GOLD99。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的话我们也很欢迎各位，你可以直接拨通电话进来，
2321933，2321933哈，那也欢迎各位啊、能够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赚大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